天下午跟马来西亚我们在互动事情都离不开疫情，我也跟大家一直在说莲心要前马莲心爱铺满地，知道现在的疫情这样的凶猛，没有他法，人人的发挥爱心，听的也是很感动。现在马来西亚人人啊都是启动爱，医疗缺什么仪器，在慈济人的社会里不断在服役的补充医疗，哪一个医院什么样的设备缺，慈济人啊都愿意去捐助。我们借一份力量为疫情种爱，把这个爱心献给我们的健身医务人员，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陆续可以帮忙在推动协教，希望鼓励更多人，你我他一点点爱心募款，我们一起携手来把爱种到给全部人。感恩上人的竹筒岁月精神，今天看到他发挥大力量，因为大家的那个小钱就是累积了行大善，让这个爱心可以发挥，就是抢时间救生命，多一个医疗器材就可以多救一条生命。一个 ventilator 一个月里面算起来就是可以救到十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如果说是能够补助他们，用仪器来补助，而且关怀他们，然后这样就可以给他们在他们的工作方面比较安心，然后也不怕把病传染到给自己跟家人，然后他们仪器足够，也不用去想太多我要救谁，因为有仪器吗，全部都救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走这条路是最对的了。社会人的爱心，大家来汇合呢，守护了这一波的疫情，没有赶快守护住了，再让它蔓延扩散，那就不堪设想啊！所以呢，我们这一波的疫情这么猛冲，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呐，他们要发挥出来那一份的大仁大勇大慈悲心，守护在底线，我们能不关心吗？这都是呢要互相关心互相爱，在这个时候无分宗教也无分肤色，人与人之间互动互助，互相教育，互相勉励，这都是现在最需要。I feel that all of us need to play our role, our part, and it's not just one person or one religion or one organization or one ministry's work, but.All of us as Malaysians have to come together. So I'm very happy to be part of this. I think perhaps this is for the first time a multi-faith, multi-racial, multi-ethnic effort that cuts across all racial barriers and religion, joining hands together to do something good for Malaysia. This is a very crucial effort that we are all undertaking with the lead of Sichi and we have gone on a fundraising campaign to be able to provide the hospitals some of their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如果各自来就是很难知道这些他需要的什么器材呀，所以合作起来做事情就会比较快，
而且做的也是比较对，分配的比较公平。Bila kita berada bersama-sama, saya fikir contribution dan juga sumbangan yang kita akan berikan akan memberikan lebih impact berbanding jika kita bergerakkan secara bersendirian. 像我们在雪龙这带的各佛教团体社团大家起来呼吁不分种族不分宗教，我们大家起来同心协力协助我们马来西亚。这一次我们的确国家有难，大家能够和和互协一起努力拯救这个解决这个医疗体系的这个问题这个非常值得赞叹的。总是现在呢，大家呢要把爱呢铺出来，爱铺满地啦，这是否能做得到呢？想一想，先不管别人，但是呢，要管自己，要不遗余力，不断地劝别人，不管他听与不听，做与不做，自己要很虔诚，但愿他能听进去，但愿他能精进，与我们同行，花心立业。先不要去思考，伊要听啊唔听，要听唔听，总是我们要抱一个希望，他能听，我们要有信心。所以人人呐，信为道源，功德母。先要培养自己，要有信心，对人人的劝说。都有分量，只要自己有这样的信心愿力了，没有达不到的目标。过去我就说啊，大家人爱安尼走。我现在呢，劝自己，自己爱安尼走。我除了劝自己以外，也要劝大家跟我一样。先信自己要做得到，我们来劝别人也做得到。现在普天之下，总是呢，天地万物要共生息，我们大家要和和共同起来，要在这一大片的天空呼吸。我们要在这一大片的土地立地，要顶天。既然呐，两只脚徛伫土地啦，我们呐要发心立愿，顶了天。天降大任呐，以斯人呀，大家人听到以斯人呀，大家人呢爱先对家己，那就是我。我爱有这个责任，我爱来去灌水别人。所以呢，天降大任于斯人呐，人人呢立地要顶天呐，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相信我现在的讲的话，每一个人听呐，听进去。最起码自己要做得到，还能发心呢，多一个人，多五个人，多十个人，多二十个人，我们呢，十几钟头啊，可以呢无数量的增加，要有信心。总而言之，各位菩萨，爱的能量不像在多位，就是讲在家己，你的家己，我的家己，伊的家己，人、我、他，总是呢，众人，人、人、人，三人汇合起来就是众。众人呐、啊。
合一心，相信这一波的疫情就会安呢慢慢好过去。但愿呐，反悔啦，过去呐，平安呐、啊，平安，干净的的空气，能让大家恢复自由。但是，要在这一波真正的要自由，也要自由的纯真美，要有单纯，要有真诚的心，那才是美好的人生。这不是做不到，是只要人人的心啊。